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倒下来，像圣经啊，完了吧，圣经银行。辽宁的圣金银行、包头商业银行啊，都会巨大的延长。圣金银行这些钱都被徐家印还有中共的常委家人以贷款为名把钱取走，是永远不可能还的。中国现在大陆银行钱取不出来，今天来银行卡取钱，顺便看看现在钞票长什么样了。你们的银行卡有没有被封控？我们现在广东省交警正在处理，把我们的储蓄卡给封控。今天我的中国银行被锁了，说你身上找不到好的卡，说封就封。那我的建设银行被锁了啊，还有我的中信银行也被锁了。对不起，您的钞票被回收，请与银行联系。一切一切根本原因，邪恶的背后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